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缺。今天呢，官方把约瑟夫的新挂件《笔尖柔情》的特效视频给发布了出来。那么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看一下效果吧。首先是携带的一个效果展示，感觉这个羽毛还是挺不错的，散发出了一个粉紫色的一个效果，还有羽毛飘落。接着再看一下局内特效展示，二阶技能移动的脚印也变成了粉紫色，然后普通攻击的话，刀器也是有特效的，并且一样有羽毛的飘落，感觉还是不错的。而官方呢给我们展示的也就只有这两点而已。这边小修把新剑拿出来对比了一下，大家直接看视频，新剑的脚印效果是紫色的，这里和新挂件还是有一点区别的。接着就是一个攻击特效，由于新剑的特效是一个宇宙星空的一个组合，和笔尖柔情呢还是有一点区别的。至于哪一款更好看呢，估计大家看完对比之后应该已经有一个选择了吧。好了，本期就到这里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